嗨，开台了！嗨，我是不是拉面都会被霸凌啊？这样你又爆了是不是？不是，我又进不去了。我再重开一次那个拉面。哦，等一下啊，这样我们是不是要断了？对，是。哈记只有拉面吗？那哈记拉面重开，我们就会断。如果哈记有蛤蟆的话，是不是？蛤蟆姐我好像没装。可是他的 IP 那就会断了，那就没有没有没有，我记得上次哈记重开我们也没。是短暂吧，短暂的断一下，短暂的断一下。那有海鲜拉面吗？哈吃哈。哇，两只豚骨的。蛤蟆蛤蟆拉面啊，蛤蟆拉面，豚骨会跟蛤蟆放混一起哦？不会啊，不会啊。哦哦，我刚刚怎么听到海鲜拉面、豚骨拉面、海鲜豚骨拉面？哈，海鲜豚骨，那就是鱼介拉面，味道很重哎，感觉很杂哎，那味道超杂，重哎，感觉很鱼介蛤蜊，感觉很好吃哎，鲜哦，鲜啊，鲜啊，今天到了吗？都到了。哎、嗯，今天想说让大家继续建建筑，然后美化周围，今天没有任何事情，自由活动，耶、啊，睡啦，耶，啊，对，今天要做一件事情，每个人要做一件事情，哦，好，回来，你要美化一个周围的，不是自己建筑的，周围的某样可能建筑啊或场景，那我可以说这个是这个事吗？哦，我们要造景是不是？啊，是啊，可是可能那个是啊，可以啊。但是不是上一周的？哎、欸，这一周的，对，这周要做新的哦。对，你要新的。我想说，我预先做作业，我预习。预习？你这是偷偷做作业，那样的不算吗？你要罚你做两倍。再也没有人要做作业了。没有，跟你讲，没事啦，老师，我会时不时就做的啦，没事啦。哦，没问题，可以的。那个团团同学有特别优待。哦，美化哦，给你们说，这个就是跟老师打好关系的好处。他都晚上拿那个奇怪的鞭子打的，他哪有鞭子？我刚刚看到你拿鞭子打，是那个鞭子吗？刚刚手团团手上拿的那个吗？对啊，你知道皮都有点掉，你知道吗？都是刮痕，打到皮掉了，哇！使用率很高。你说哈记的皮掉了吗？不对耶，那好像有点痛。哦哇哦，怪怪的，哇哦，哇哦。哇哦，有点舒服哎，天啊！哇啊，那你喜欢这种吗？嗯，有点啊，没有啦，没有，他喜欢大一点，大就是大力一点的，你知道吗？大力一点是不是？对啊，你都已经研究出来了，越来越恐怖了，你知道吗？哇哦，哇哦，可以啦，尊重大家的喜好。什么？各有所好嘛 ，OK 的。对啊，很正常。OK。不行，我觉得聊天室的各位很过分，说什么你要再盖一间文字馆吗？真的是很坏。文字馆，再盖一间。你觉得这栋东西有人在用吗？没用。你要直接回呛他们说什么文字馆？你房间才文字馆嘞。完了，最近我的房间真的是蚊子馆哎、欸！哎，最近时不时就一大堆蚊子。太冷的关系啦。哎，真的。房间越暖啊，那个真的越容易有蚊子哦。对，蚊子都升到家里了。我很有感，怀疑是不是我们那边的那个厨房排水孔堵住关系？最近没有嘛，对不对？就也是不知道啊，就还是一堆蚊子啊。那厨房的门都关起来。我家也超多哎、欸，我家都十几楼了，我家也，我们家也是啊，莫名其妙。哇，没有，怎么要陷阱？哪里我要看？我怎么这么陷阱？我走一走。哪里？而且我还不是怎么掉进去哦，我是这样子跳的时候跳进去。哦，我在修改这里啊，大家都说这里会摔倒嘛。啊，月月捕获一只阿汪，小做游戏。谁知道在修改的过程，刚刚有人经过，我是要放个施工做请勿请勿过来，请勿。对，你要盖那个东西出来，没盖就没办法。盖一下警告标志。对，小心狡猾。嗯，是我们的厨房的那个排水孔好像还是堵住的哈、哦。
还是啊，不是没差吗？什么赌注的？不是没差吗？真的吗？就是都是赌注的啊，都是赌注。厨房我们的水槽的那个孔，跟我们就是脚踩的那个地板那边也有一个孔，两孔是连接的，然后连接到最下面的时候。就是发现那边应该是在最下面的堵积水，因为我们在厨房，厨房那边水龙头一打开来，然后脚底的那个孔会冒水出来。哦啊，哦，这我知道啊，大量水的时候，哇塞，哇，那这样就不能洗碗了耶。就是你水只能开小小的，对，我们有算过，大概你水龙头只能开一半，一半之后那个水的流量刚好等于它下面流下去的流量，是不是？超好笑，快笑死，不能开最大。对，不能开这个。啊，好辛苦哦！我也觉得超奇怪的。我们已经倒了一整罐的那个什么清洁剂，是不是？就是通会让它 通水管的。哦，威猛金身那种啊之类的，对对对，类似的。但也没有用啊，就不知道这没办法解决，很难过。是不是要请那个水电来、啊？请通水管，哎，通水管超贵。请威猛先生就好。真的吗？假的啦，那看状况。你知道网上我看到人家说，就是如果马桶塞住，对不对？他们是直接拿保鲜膜。哦，欸、那个水是炸出来的、欸，那个你要小心哦、喔。对对对对，那个要小心哦、喔。那个水是容易炸出来的。哦，是哦，你没弄好会，对对对对，我上次已经把他们的马桶堵住过了。啊、哦，没有，我们的马桶是常态，我们的马桶是常态，那个没办法。那個、你说哪塞住还是炸出来的部分？塞住，塞住，塞住，然后有点小炸出来哦。哦，你的倒有点炸出来哦，有点猛啦、啊。可是它就是完全是满的状态的那种啊。哦。哦，啊，你们没有被就是那个马桶的那個？有啊，旁边就是 有，而且哈基还有心得，你知道吗？哎、欸，我也超会弄马桶，拖烂它。对啊，你要这就一鼓作气，但感觉有一个水流要一起用力捅下去这样子。而且你不是说三下三到五下就可以了？对，一二三，三下哦，过了通了，可以。那时候怼了20分钟，那就是用压力让那个水可以这样子过去。对啊，对。那你要记得把保鲜膜撕掉，不然下一个没戴眼镜尿尿的话就完蛋了。太恐怖了，直接变成神游戏了。对。对，也可以整看看，对吧、啊？你就是刚睡醒没戴眼镜有没有？哎、欸，你还会整到你自己啊？不行、啊，很危险呢、欸。你想一下，如果偷米不小心又跑去厕所玩，哇！哦、没有，现在基本上门都关起来了、哦，我们哦不让他进去吗？因为他之前有经验，就是在可能在厕所的时候，因为厕所跟其他人在厕所是有点连通，那个空间是连通的，嗯，所以有时候那个。其实不知道是哪一家的猫吧，那边厕所喵喵叫，然后从里听到说，哦，厕所有其他猫，所以现在只要每次进厕所的时候，都会这边喵喵狂喵，超好笑，快笑死！对话其他猫，真的是每次经过厕所就是那个位置，就是我角落那个浴缸的那个最角落的位置，他就会在浴缸那边窝着啊，对，窝着，然后狂叫，他真的是误会大了呗，真的，蛮有趣的。可是感觉到看到新的猫，应该会炸毛吧，炸起来的。它哦，对啊，因为上次我就穿那件那个衣服 T 恤，是上面一个猫的图案的那个，它直接炸，整个拱起来，超炸毛的、啊。它这么气哦，这个猫的照片都不行。哦，哇，这么敏感、啊，它很容易吃醋哎、欸，它真的蛮那个大醋。他就说哈记你只能有他这样子，我觉得他是这样子哦。你都有我了，也只有他。嗯，没错。要团团，有啦有啊嗯啊！什么？我好像什么？这个耳机传输怪怪的哦。哦，就有点怪怪的。对，你刚刚听到什么？我刚刚好像什么都没有听到耶，真的怪怪的哦。哦 ，DC 最近都怪怪的啦，都在霸凌哦，哦，真的是。对呀、啊、，DC 哦，哦哦 ，DC 哦，啊拉拉嘞，拉拉去哪？小波是谁？小波在那个啊 ，BO 急诊室吗？对啊，对啊，对啊。哦，对对对，小波仔啦，小波仔。啊，那个拉拉是谁？拉拉，我不知道哎、欸。还是拉拉是其实是那个冰雪属性？哦，为什么？冰雪属性？为什么？那丁丁是谁？提西是谁？要让丁丁哦。要。
停！谁还没打过？你有头吗？你有头哦，我有打过。谁没头的？谁拿头的？他拿头。那我没头啦。那团团先去。我也还没。好。给我头，嘿嘿。给我头，对不起，对不起。嘿。他怎么乱动？对不起。对不起啦，我说对不起啦。对不起啦，对不起。好。就跟你说对不起，讲对不起了，对不起 ，I'm sorry。嗯，你们有人没拿？有了，那个没有，他们两个现在分怪，分怪物的，这边有村庄。哦，都是新的还是？哦，好奇怪哟、哦！我电脑的音效不知道为什么都动到了。为什么？大小声吗？还是什么？对，就是你们那时候其实平时声音都调好了，然后刚刚突然就是杰克的声音变超小，发发声音变超大，然后这一个在微调。电脑是不是配那个啦？嗯。然后我刚玩麦块起来，什么连麦块的声音也不太一样。那个恐怖。DC 最近有一堆莫名其妙的更新，那天哈基才在玩。哦，对，你们 DC 打开来，你们。Ctrl 加那个数字键盘上面8上面的那个斜线会怎样？ Ctrl 加哦，你说切到 DC 吗？8等下，对，你要画面要在 DC 上面这样子哦，八下上面那个东西，劲舞团吗？按上下左右，按上下左右，啊靠腰，劲舞团8上面的斜线，对 ，Ctrl 加右边小键盘的，小键盘的，九宫格，可是它就。只会亮而已啊！不是，它有声音耶！你看直播模式，它没有声音。对对对对对，它只有劲舞团，劲舞团啊，吓死了！很有趣耶！我不会关掉，之后再关好了。我也像 DJ 耶，噔噔。确实抱歉，抱歉。还是请问它最下面有一个什么？右下角那个肆虐中的恶魔是什么 ？HH 右边 NK， 肆虐中的恶魔。HHNK，、啊、我打开了，完了，不能开是不是？不能开是不是？天，他突然跳一个四冲，然后这边砰砰砰，然后跳一个天字出来，会不会声音很大？我很怕。啊、我不知道，应该实况模式不会有声音，所以没。我有声音，我的实况模式是有声音的耶。啊，真的，我实况模式都是数字键八上面的斜线，就米号啦，米号的左边有个斜线，按下去。哦这个是那个啊，快打旋风里面的好鬼的大招。什么东西啦？哦，他们说这个功能都一阵子嘞，居然吗？啊，我们怎么都没发现？那我们是 LKK 耶，我们 LKK 了，天啊！我的天啊 ，LKK， 哦，这已经好几年了，真假？他们说好一阵子，真的假的？哇哇，老了哇，老了老了。那请问一阵子是指几个礼拜吗？哎啊，不知道。啊，他们还说还有个那个什么，那时候我看到的是你点你自己的那个 ID， 就是我们不是可以关麦那个跟那个耳机跟麦克风的样子，你点那个自己的名字，点一下他说已复制嘛，但点两次，滑鼠一开再点一次就变成双倍复制。嗯，双倍复制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再一次，等一下啦，等一下，对，双倍复制要干嘛？狂暴攻击，主宰一切，你就滑鼠点下去，先点一次已复制，然后滑鼠一开再点回去一次。便会变双倍复制，再一开再点会变三倍复制。啊？什么？没有啊？哦，然后变恐暴攻击。我贴恐暴攻击，你们看在那个位置，白痴无人能挡哦。哦，对，超神的啊！我只有双倍复制而已。你再一开再回，继续。哦，有三倍复制，完了，还没了。他很会看后面的。它有很后面的东西，差很多个呀。恐暴攻击是红色的了，比神还强。超无聊，都是一些小玩意，无人能打。小彩蛋，超神的，那种比神还强。你超勇的，就比神还强。
有时间做这个，为什么不让他稳连线稳定一点？对啊，他的伺服器越来越爆哎、欸，真的是气死！完蛋了，在干嘛？更新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想让你们多挖一点彩蛋啊，有没有？嗯I don't care， 我希望它可以稳定一点就好。我只希望它能够音质稳定就好，剩下随便青菜，它再简陋都没关系。真的，耶！啊，对，还有一个是那个 DC， 我们不是很多群组吗？对，那个群组图片的最上面那一个是一个 DC 的那个首页图片嘛？对，那个点十五下会出现音效，那音效是随机的，有时候是音乐，有时候是什么，就是有人噔噔噔噔离开的声音这样子。哦。好无聊，直接好无聊了。哎、欸，没有，我觉得这就是要那个有伺服器加成，才有知道那种快感，你知道吗？什么意思啊？就是伺服器不是可以加成，然后内伺服器啊？对对对、嗯，然后就是可能有加一些这种小玩，就是小彩蛋，或就是听起来会觉得比较开心。可是像我们这种，就是没有把伺服器升上去，就觉得好像还好，没有那么有感。可是、oh. 这感觉好没屁用啊，多那些小彩蛋。对啊，他不把连线品质弄好，真的，没错，最气，引发众怒。会不会做这个比较简单呢？不会太谁？哎、欸，这倒是不知道，这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啊。感觉应该是他们有分部门吧，那个应该是那个就是那种美术做的部门，美术做的部门，没有，这感觉是那种美术部门，然后就在里面塞彩蛋子。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只能说他们的另外一个部门要加油，扩编，多拉一点人去维护这样。奇怪，我的牛怎么会少这么多只、欸？牛少很多只，我只有取牛奶而已哦，我应该不会把它榨干吧？好、啊，好像是思潮来袭的时候把那边挤爆了这样子哦，太多了。那、啊、因为你有啊，搞不好你的牛机里面跑一堆僵尸在里面哦，牛机太多了。嗯，我忘记他取那个鸡叫什么名，烤牛鸡是不是？烤牛鸡，对啊，就是啊，有没有没名字啊？现在团团帮我取名的，赞哦。好，那没有没有，我要叫他扭牛鸡，扭牛鸡是不是？好，对。为什么？为什么叫扭牛鸡？我也不知道。那我旁边那个烤鸡塔嘞，鸡鸡鸡。OK， 不要跑。OK，OK，OK，、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就好。真的是不然你们，请问不然你们要烤鸡鸡吗？更奇怪。你可以烤烤、okay. 你可以 GP 啊，比试开箱的鸡。GP， 你不是今天在讲吗？我刚好看你。近视啊。你在 GP 吗？为什么？没有啦，就 GP 不是巴哈给那个 Good Point。对啊，不是刚普朗克，没有啊，就我吃炸鸡就有个习惯嘛，然后他们看到就很不爽，这样就这样哦，你会把鸡皮撕下来？对对对。哦，下不吃它放在旁边，就是他不吃鸡皮啊。嗯，然后健康的精华哎，那给我们就说，你干脆去给隔壁的室友吃好了。哎、欸、哎，我可以。屁啦，你认真。那我帮你把这两句话截下来。哎，乱来不行不行。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哎，拉链的那些。那你去给隔壁的吃，我可以。哇哦！直接哇哦！好爽哦，造谣。你这个是超级片的 short 哎、欸。哎、欸，我们超级片就是讲过的，那就是无剪辑版本，不剪辑版本。我都是讲过的，只把它剪在一起而已。对啊，我帮观众谋一点福利嘛，他们有点开心。我的天、啊，那你要不要团团 AT 的时候讲的？他喜欢吃棒棒那个东西。不是我干嘛？你要讲哇哦！你要不要问观众？你有讲？我喜欢吃炸棒棒是谁说的？不是我没有这样讲，你有讲。我传音档在这边，你等我一下。我的天哪、啊！传音档，完了完了。哎、欸，我真的觉得最近我的嘴巴真的是很坏、欸。
你会答这些奇怪的东西是不是？不是，他都自己讲了一些奇奇怪的东西，我明明就自己讲的。你嘴巴不受控制的，是不是？对啊，我都打我的嘴，我都打我的嘴巴，让他乖一点。没有，你要打自己的手心。对啊，打你的嘴巴，用你手上那个鞭子吗？好痛哦！哎，来点开来听。哭啊！你还为什么又有音档啊？哦，我那时候就剪啊。哎呦！我喜欢吃炸鞭，三小。我喜欢吃炸棒棒。那他说的哦。那哇，这音档哇，先存起来。哇，这音档先存起来。屁啦！你有说过是不是？这一定是有前后文的关系才变这样。没有啊，我就问你说你喜欢吃炸棒棒，你就说很喜欢啊。真的啊，就这样可以啊。等一下，你的 ATN 是我们上一次玩的 ATN 三的时候。那很久了呢。不可考，完全忘记为什么了。不可考，他现在已经不爱了啦。我已经忘了。好吧。他已经不爱了。不爱了，不爱了。啊，那你现在想吃什么？你说我？对啊，我可能最近喜欢吃那种比较纯粹一点。哎、欸，我是你，我就回他。不要炸的。我是你，我就回他，我喜欢你了、欸。完了完了，完蛋喽！完蛋喽！跳无极限的奥特团，完了完了，危险，太危了。哎、欸，我想问一个题外话，嗯啊，问一下，哎、欸，现在没有什么那个距离比较远，然后就是会肚子饿这个东西吗？有啊，还有啊，有啊，哦、还是有、哦，超过一定距离。原来我走的不够远了，我以为我走超远。好像想做512个以上吧。因为我现在是负800.06，负873，没有那个状态呢。还是你还在佛祖的手掌心里面？那应该有了才对啊。对啊，我想说我走了很久了呢。那看一下，先当做没有了。好，看一下数字上次达标。今日限定，今日限定，限定哦！快去跑图喽！快跑，快跑！也改好了。哇，我们真的是 bug 找寻大师哎、欸、，bug 找寻，你想爆谁？你没有没有，爆莎莎，爆莎莎，爆莎莎。哦，你说那个、哦、你说那莎莎哦，哦，还是你说那个网红那个爱什么莎莎的？哎哎，没有没有没有，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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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那是哪个莎莎啊？我床上那个莎莎，我在你床上哦。我就觉得奇怪，刚听到女生的声音在同他房间出来。哦，大家参加第一届造谣大会，真的耶！你们大家这个技能是不是都点满了？很可怕哎，真的是造谣大会。对啊，太恐怖了。当时的我觉得害怕极了。已经是当下的你了吧？当哦，对，当下的当下的我，现在的你感觉还在现在的我，谢不怕，嗯。好、哦，那个人的声音对不对？哦，那这是什么声音呢？请回答，不太好解释了，声音啊，那是不是不太好啊？可能他放屁吧。哦，你好，我关心他一下喽。哎，我想到抖音上面有个那个有人在大卖场拿一种紧急暴力那个麦克风，然后往屁股那边噗一声。是大卖场的那一种哦，有回音。这是没营养的，我觉得如果那种是那种冷笑大挑战，我觉得爆，我觉得爆，我一定爆，哎、欸，那笑出来要含一口水的那一种，什么咯？对啊，你什么时候玩那个啊？就加完吧。
加完是不是？再加完是不是？不用拍了，我觉得。没意思，我们下一个继续加了呢。那应该不用拍了。可能要等你也加完之后啦。那可能是一个月后的事情了呢。对，我也是这样觉得，你知道。没有啊，我们要点我们要用点时不是用点时间，我们要留点时间给观众们找嘛。嗯，我很多哈基会笑的哎、欸，哎、欸，睡了、哦，我先偷偷跟你私一下。好好好，哎、欸，还有，先，没有，我觉得上次那个很好笑啊，可是等等觉得好像还好。没有，我觉得他很可爱，他就很勾机。啊，我要去找一些比较地狱的。我知道你可以喜欢地狱的。屁啦！你为什么只会喜欢地狱梗？没有，你哪有地狱的都笑？哪有这里面哪有啊？笑到什么？这里面发发不是喜欢地狱吗？我也喜欢呢、啊。失手了。然后地狱两个字开始笑了。对啊，我真的是对地狱梗，我会没办法抵抗，因为真的没办法，太有趣了。哦，你们不会吗？我会啊。安心也是很爱地狱梗的，我自己是还好，一定有的位置啊。很紧张啊，大家会一起相聚的。对啊，太棒了。我们以后还是有机会，对对对，还是有机会相聚。就只是我们住的楼层可能会比较低一点。我可能在最底下的那一个，对对对，我也是。数字会比较大一点。至少我们都是住在大楼里，OK 啦。同栋大楼 OK 啦。同一栋大楼，人家大楼是往下盖的哈。是不是有十八层啊？那个栋大楼差不多，差不多。第十八。嗯。如果环住一整栋的话，我们谁会在最下面啊？音乐啊，一样吗？对吧？这样是地狱的部分吗？你说地狱吗？地狱吗？地狱啊！哦，那应该是顶楼，那一定一定是最顶楼的。他应该是顶楼，我应该是最下面那一层。我们有露天花园可以用。对，他搞不好努力一点可以住地表。对，没有说不定他也可以直接上去那个悬空的部分。我觉得我们最里面最低的是发发，然后最高的是雨月。哦，那你觉得中间排序呢？中间排序要怎么排啊？对耶，对，有请观众帮我们排啊。等一下，一层就只有一户吗？对，一层一户啊，一层只有一户，很难呢。啊，我是觉得他记得话，应该会是在发发的上面，可能一到两层之类的。有不差很多，对。跟这个，他往下一层了，往下一层了，完了。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很地狱啊，吧？那是自己讲的。要给旁边人去评估才对。对啊，我有很地狱吗？有啊。没有，你应该不是因为地狱的方式下去，是因为有时候会很邪恶，偷恶搞。那你应该要更低一点了。我有吗？完了，不小心又往下住几层，不然你把自己的脚先挖掉了。我才不小心往下一楼。然后繁星的话，应该也是跟发发差不多距离。对啊。哇，邻居。对，没错。然后小雨的话，应该是我觉得离雨月比较近一点，一点点。哦，真的吗？真的吗？你确定呢？你要确定呢？完了，大家都知道有误会了。你是对不起，其你是不了解他。我只是不会主动提话题而已。对耶，他不会主动，但是他会很，他很会帮吼。他是对小雨不是负责点火，他是负责帮加油的。哦，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你那白痴啊！大家几乎都在发发的附近而已，对啊，对啊，大家都邻居而已啦。哇，所以我才说，怎么可以只有一层，一层一户而已？那我觉得发发应该改名叫地狱女神之类的。幸运变地狱了吗？好啦，我觉得阿旺，你这个主题干脆就下个礼拜好了啦。哇，我还要。
不是，我到这边还要再去弄一个问卷，是不是啊？你就是战地记者之类的、啊，都末日了还要继续要惨。对、啊，好了，我再看一下表单啊。我直接弄个一到十八楼的选项这样子。他们有人居然说阿翁是在地表，你认真？你认真？阿翁地表？你是不够了解我吧？阿翁不可能好吗？不可能好吗？你要不要看一下私下对我们做什么？我比较相信嘞、欸。是我可能是地表、啊，想什么？阿翁跟我是同一个属性的啊，就是专家，我们负责泼油跟天才火的。啊、没有错了。啊！我的天哪、啊！像我就是做天使型的，我就帮你。你不是，OK， 并没有。OK， 没事啊，你这样住下来租金会比较高了。就是越说越多，往越高这样子。对啊，哎、欸，他们是测鼻子长度的哦。鼻子长。那在我前面那个被我戳死吧。是啊，大家都差不多了。那一排只能坐一个人，不能转头打到隔壁的。被扫到一排是不是？对，后面好笑，把整排人扫到。哇，下面可以当箭鱼了。还好还好，你在高校的时候是坐在讲台上的哈。真的，被人打飞了。感觉挺有趣的嗯，嗯，现在 UHC 就看你在狂摇头有没有？等会可以跟那个巧克力提案啊，做这个下次玩那个 UHC。哎呦，哇，观众要晕死了！真的啊，不然那个巧克力，要不然那个团团，我们之前不是有拍一个那个帮你出来稿子那个不是吗？稿子那个。对，头上顶各种哦，有啊，那个在啊，那个在啊，推给巧克力啊，加上这款 UHC 啊，可是我觉得很难的、欸哦，因为它只能平，它不能往，很难往下，它只能平面，平面玩，你要在超平坦世界吗？限定打架的时候，你只能、那個、打架才能用那个啊，然后用挖掘的时候去找东找物质的时候，可以用一般的工具。它那个感觉适合快速场啊，因为其实老实说、嗯，那个我们那时候玩下来，你有没有发现，不管你做什么武器，基本上。他伤害都一样，他是魔法攻击，对啊，他就是一个快速场可以玩的概念，嗯、感觉很强。他、啊、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等于是没有看影片喽。啊，还不去补，还不去补影片哦。哇，哈记，你家附近这个是会砍掉的吗？哦、已经在地狱里面了，哈记。第几层？他已经去地狱了，他已经去地狱了。看一下歪手。哦，这边91层有点高的，那你也是蛮不地狱的呢。没事的，我先把大家的地基先打好了。OK， 对，你先去看房子啊，我们到时候再入住了。请问那个是那个床上的那个吗？没有，没有，没有。我先挖一条通道到中介。好哎、欸，中介。好耶！你好棒。哎、欸，草草，你怎么看我给你那个啊？那时候标记你的。我还没看。哇，好好好，好吧。我看。干嘛？你是波妞。那个波妞有够。波妞。那波妞很大只哎、欸。我不要，不看了，我不看了。然后他跟你想象中的波妞不太一样。对，不用怕，他眼睛不是吉娃娃。哦，对，他眼睛不会飘掉。但是他会让你很震撼。可是我真的觉得最近啊，被你们一直洗脑洗到，我真的开始有点觉得吉娃娃好像有一点可爱了，对不对？为什么？我不知道，我被洗脑了，我真的是被洗脑了，完蛋了。他就丑的很可爱啊，他就对啊，他就勾追啊。没有没有没有，你知道我就是丑啊，但他好可爱。有。丑的可爱啊！我的天哪、啊，怎么办？被洗脑、嗯。你知道“可爱”在这个词之前我去查过，萌物是吗？他的在那个在维基上面写的，他就叫做“丑的不均匀”，哎、欸，丑的很均匀，丑、哦、的很均匀。
所以以后称赞别人可爱都是在称赞很丑。对，做的很均匀呢、欸。哦，哇哦，感觉不是很友善。委屈，好坏哦。丑的很均匀，你说好坏啊？我知道，我之前听到别人说，就是称呼别人很可爱的定义是，就是你觉得他没有长得很丑，可是也没有到觉得很可爱，所以就说你长得很可爱。说话的艺术，嗯，对对对对对，可是这样其实很过分。那我其实不太喜欢别人说我很可爱。你好可爱哦。没有啊，哎、欸，他们也都不喜欢啊，对不对？聊天室的，真的假的？他们有，他们最爱说他们可爱萌啊。哦哦哦！完了完了完了！出事了！出事了！谁出事了？哦哦，观众出事了！对啊！哦哦，对不对？音乐，哭啊！对不对？你还说，难怪音乐都会说哭啊！哭啊！你才可爱萌！对，难怪已经洞悉一切。雨月真不愧是先知长者，长你长不到，长什么东西？还要气体出话出来了，长什么？长嘴哦，还要长嘴吗？我拿我手上铲子长你嘴。哎、欸，我第一次听到雨月这样的反应。出事！你们好可爱，开心啊！哇，你们真的很可爱，你们真的好可爱啊！对啊，你们真的圆滚滚那个啊！你才圆滚滚，你才圆滚滚，人家才圆滚滚。谢谢。为什么摔死要谢谢？才圆滚滚啊！好，我刚刚摔死，谢谢。我想，哦，我有安德的声音。嗯，没有煤炭。哦，杰克在帮忙装修我们的鉴定台。嗯，哎，那不算是今天的课题哦。那改造可以吧？改造不算吗？好、啊，他这样都不算的话，那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干嘛嘞。没有，阿旺，你有一个任务，你知道什么任务吗？干嘛？你把头上屋顶那一坨水弄好就好了。哇，你改造的很大哦。哦，这个整好要花一阵子哎。哦，有用好了。这不是哎、欸，我上不是他是说哈基用的吗？这是我用的、啊，哦，对耶，哎、欸，你有弄好哎，你其实也很猛嘛，哦、你干嘛？好很多了，好很多了。你干嘛要那时候说自己不会呢？对不对？像我一开始真的不知道，我这边花了20分钟了。你看你行的，那我知道你能干嘛呢？你在这里建一个猪猪雕像啊。他现在在给课题啊、哦，给课题啊，你就拿些紫色的方块嘛、啊，就是羊毛啊，对不对？没有，他当然不能盖紫色的啊，他要盖另外一个啊，对不对？然后这样我们就以后来这边就觉得，哦哦，我要戴墨镜了，啊，要白色的是不是？那我去找雪好了，雪比较好弄。死我个死我！好刺激，好刺激！哦哦哦哦，被你讲的害我有点想弄了。马上行动，马上行动。好了好了，这是你今天的工作了。这是你今天的工作了，哎，不错不错。好、欸，我做好了，我家没有材料了。我也弄得差不多了，我把走道改得比较好走了，然后周围的一些洞都填起来了。嗯，哎，很平吧？变平地了、欸，哎，好嘿。对。啊，那个嘞，刚刚哈基说想说什么，我忘了。确实，确实，确实，完了，时间又在回溯，又在回溯，完了，又忘了，确实，确实，真的，确实了。那个奈斯是不是要讲一次了？奈斯要讲奈斯了吗？白猪有没有在玩麦块啊？那不是 skin， 他有啊，他有，他有啊。哦。你要盖雕像了是
对啊，阿旺可以盖啊。哦，可是好麻烦。哎、欸，你们的爱，这是负，这是甜蜜的负担。我的爱不足以让我盖一个雕像出来，我觉得太难了。哦，那再加一份麦当劳嘞？不是，这个对我来说难度很高，也很累耶。你可以盖平面的啊。爱啊，对啊。很麻烦耶、欸、哦、oh. 这是责任耶、欸、你看看艾露无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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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啊啊！我要死去了，我要死去了！哎、欸，过分了，过分了，你过分了！加油！哎、欸，加油！哎、欸，他一直传送，过分！我不打他了。一传送，然后就直接捅我一刀，传送就捅我一刀。哇！没事，他还会吸血的。对。你只要人多打就好。对，我那时候单打的时候。他快没血的时候，吸血，吸血，吸血。如果要经验值快速累积的话，好像除了经验塔以外，就是挖石英比较快了吧？嗯，对啊，哦对，红石跟石英啊，有其他比较快的吗？好像就这几种。你可以烧熔炉啊，就是经验熔炉，熔炉烧石头的、啊，也不一定石头啦，就是那个什么，可以做仙人掌的塔，然后再做甘蔗塔当那个燃料，这样子。或是做那个、啊、海带塔。对啊。哦。哦。可以做海带塔，烧成海带干当燃料用。嗯，不过麻烦的是你要自己再把那个做成干块拿去给他烧。对，不要想不开。没有30等到吓到了，三十等了。哎、欸，你身边你家附近那一堆树林，哎、欸，你怎么死了？啊，没有，剩一滴血。哦哦哦。哎、欸，他进你家附近这些树是？可以砍的，可以砍的。我没有要砍，我是问你，你这是盗警吗？不是盗警，他只是我拿要收集木头用的。哦哦哦。然后这边想砍都可以砍哦，当自己家。那要装回去吗？不用。你等下很困扰，等下削到你家的墙壁是不是？那我要种两倍，我们爱护森林。我。我你要感谢我，他说我砍了你。笑死！好困扰啊！好困扰哦。感觉这几天都特别冷呢、欸。哎、欸，真的哎、欸，确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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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回缩，这个时候就很想要摸摸猫猫的身体，但是他都不给摸。真的，我今天想要拿把它抱起来，想要抱当大型暖暖包，没有，我跟什么一样？他一定是觉得你的手太冰了，对不对？是啊，不然干嘛抱他嘞？好坏哦，自私的人类，我们要互相取暖嘛。我喂他，我养他，那我借我摸一下，很正常啊。借我摸一下，听起来在哪里怪怪的？不要啦，我养的呢，这当然是我可以摸啊，对不对？那真的，猫猫的身体真的好暖，对，是不是？体温比人高啊？对啊。是不是你也偷偷摸过？我是我摸他头就会摸到啦，摸他头就摸到了。对呀、啊，就热热的、啊。你为什么还要重复这一句话？啊？我说哈气，为什么还要重复？没有啊，我只是我刚没听清楚吧，重复讲一次。啊啊！
这怎么了？我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啊，怪怪的，怪怪的。你说我吗？我突然啪啦唐老鸭，唐老鸭。没有没有，我只是觉得盖，我盖一盖，好像觉得这个雕像好像还蛮好笑的。哦好。哦，没事，对不起，请说。没有啦，我要放下半砖。哦，没事。好的。现在无法位移了，我脚被猫压住了。现在猫，那你真的是，我觉得芝麻比较容易可以让你当成那个就当成它是黏人怪兽啊。对啊，哇，不像Tommy，它就只黏你一个人。就够了啊，不太黏隔壁的就够了啊，没有，因为隔壁的没有陪他，没错，他都没有，对啊，没有陪伴啊。他超好笑，而且他最近因为真的太冷，他都会钻到被子里面，然后我不知道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就一个怪习惯，就是他会睡在我的手上面。好，那你就是男女朋友睡觉的那种，然后就是头躺。哇，你手会麻是不是？哇，手超麻的，我每天早上起来都是躺在手上，超麻。太闪了，我的天哪！哦，阿旺，你看一下啊，知道男女朋友之间男生的那个想法了。哈哈哈哈哈哈！我要换一下姿势，你把他推走，他会再把他转回来，这样超夸张。那你可以念床边故事给他吗？怎么可能可以念床边故事吗？我刚没有听到。你要男朋友版本？昨天晚上的床边故事。你要念男朋友版本还是女朋友版本？我有男朋友版本。有，我觉得超傻眼，白痴。而且我跟你讲，床边故事后面直接那个热门搜寻男朋友、女朋友，然后还真的有人整理，我傻眼，不知道干嘛。为什么？你们有差别是什么？差别就是故事的内容不一样。你去看，你去搜一下，真的发现有一些超多，我觉得超奇怪。那你可以讲一下吗？是要讲一些故事，然后讲说自己喜欢你之类的那种故事之类的。有这种的，有这种的。然后也有另一种，我一看完就说啊，这个叫暗示另一半说你要做家事啦。什么意思？然后不然就是什么那个什么护蛋保卫战什么鬼的，护蛋保卫什么都是，我不知道。对啊，我刚刚听到这个题目，害我很海绵，它里面牵扯到海绵跟小乌龟。你不知道这样好吗？好的，懂可以解释一下吗？OK，OK，Fine， 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头绪。OK 哦，好，你们有兴趣可以去估一下啦，真的是蛮有趣的。对，就是没想到，居然会有人真的床那个男女朋友床边故事要念这种东西。真的是没想到，不是啊，为什么男女朋友还要念床边故事？是对啊，心智未成熟是。你知道我对我自己也觉得很问号，你知道吗？到底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对啊，就是培养感情啊，调情哦，调情啊，调感情，情调，培养情调，对，调情。他挤不是这个词可以用在很多很广义的意思上，不一定代表色习惯的意思嘛？奇怪，没有啊，怎么了？有玩过模拟市民就知道，调情就只是有有对对增加友谊，增加对那个增加友谊好感度又加了四点，好感度啊，增加火。哎，好烂死了，好烂太多了，好危险哦！说翻就翻了，真的，我要出海了，我要出海了，再见了，这里太危险了，这世界太危险了。以前真的是很疯玩模拟市民，你们有人有模拟市民的回忆吗？我有，我也是玩爆、哦、我还买了整组的模拟市民那个 SIN4， 然后被盗，账号不见了。对，哦，你是买四代，所以你的回忆是四代。哦，我也是买四代。哦，我的回忆是二代。我是，你知道二代那个时候是没有电子的，就是像现在有电子的版本，他一定要买实体的 CD 片、光碟片。哦、我跟你讲，我家里整套，
对，然后呢，那个盒子就满满的，可以在有点像书柜，人家书柜都是排一排书，是排一排那个模拟市民二。哎、欸，那个一个也不便宜呢，不便宜啊，那个当初一片七八百块吧，就一个 DLC 七八百块啊、嗯，然后整套那个大概十个吧，现在 DLC 也差不多。对，是差不多，可是当初就是它还有什么包装费那些，就是再贵一点。哦，对对、嗯。对啊，然后而且实体版通常不太会有打折扣。对，实体版很少。然后我要讲一个比较气的，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刚好高职的时候有个管乐，就管加管乐社，然后有个学姐她很想玩模拟市民二，我就想说好我就借给她。然后呢，结果呢，后来呢，我就借给她，大概玩了大概她后来准备要毕业前。还要说哦，那个我玩完了，我要把东西还你，然后放在社办哦。我说哦好，然后他有跟我讲放在哪，这样。结果呢，我那时候要去拿的时候发现不对呢，啊怎么我打开看里面的那个盒子里面的东西是空的？有盒子没有光碟，没有光碟，对，光碟在他的电脑里面，不知道跑去哪了。然后那时候他就说他确定有放，但是光碟是空的，我就拿了一堆空盒回来。哦，所以借他很多哎、欸。我就是把全部都整套借给他，因为我想说就要借就借全部，这样比较好玩。我那时候是这样想。哦，对啊，那你人真的是很好。对啊，然后就这样没了。啊，是好家在之后啦，就是现在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前阵有没有跟到，就是那个模拟市民，他好像为了纪念几周年什么的，他就有限时限免在是好像是 Origin 上面，就是直接模拟市民二整套全送给你。哦，对，他最近都会，他后来都会那个。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刚好有抢到限时免，全部免费，然后就所以呢，就是我现在还是有整套模拟市民二。好诶、欸，好诶、欸。对啊、可是你的实体版都是空壳。对，我实体版都是空壳，耶、yeah! ！收藏用的啊，哦、不错啦。对啊，只剩下壳。好惨哦。惨，超级惨。那你们知道，就是 Steam 的特价的政策有改吗？改了，我不知道。然后说最多只能折到90%。哈？你说一折吗？90%。对。Off 哦。所以以后不能有限免免费这样了。限免这部分不知道，但是就是那是什么夏季特卖那种。哦、可是原本有更低的吗？有原本有九十九趴，我曾经有看过九十九趴的啊、哦，曾经有看过，对吧、啊嗯？就是有一些他就是一个、哦、卖个10块15块这样，可是90%我觉得已经很多了。我还以为你说是只能最多九折，啊、那也太少了。那我想说九折真的影响很大，对啊，最少九折啦，啊，最多就是一折，嗯哦。好神秘哦，居然有这种东西！为什么要改这个啊？我不懂，也不太知道。可是我觉得影响最大可能就是限免的东西。如果连限免都影响到的话，那以后就不会有免费游戏了。嗯，可是我觉得，可是它原本上架就可以是免费啊，所以也还好。哦，是啦，这原本是上市的时候是有价格的，后面想要限免之类的吧？哦，因为蛮多，你讲，你先。啊，我说如果要限免的话，那他打九折，你真的有想要的，想要的人一样。会啊。打到一折一样会去拿、啊嗯。对啊。对啊，所以他就算是你如果觉得那游戏你没有要，就算是限免，你拿了你也是放着啊，那没错。可是我这边有一个想法是，就是因为之前有一阵子有一个游戏还蛮红的，然后那个游戏就是因为原本要钱，然后后面就直接变成免费，然后大家因为这样子就是全部都弃坑、嗯、啊。你是不是在讲那个大逃杀游戏？对对对，我说那个那一款，嗯，会不会就是防范这种机？我觉得有机会。有机会，因为其实包含 Deceit 也是啊、嗯、我不知道法法知道 Deceit 也是狼人杀的那一款。对，也是狼人杀，他原本也是要钱，后来变全部免费的，我没记错。哦，那个我知道。对啊，我看我在想说会不会是要防范这种东西，然后所以才就全部之后都不行，有原本要钱然后后面变免费，因为他们那个负评刷的真的超严重，然后刷到后面真的是不会有人要玩了。嗯，我那时候不是氪金买，嗯，可是我没，我觉得有些其实
就是你一开始买掉钱，然后后面真的没有钱，真的你会觉得你第一波买的就被当盘子在，对啊，对，会有这种感觉。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啊。他中间已经隔很久了，我觉得还好诶。他反正有点是这个游戏已经没什么新人玩了，那我干脆免费看看可不可以让有新血加入。对啊，我觉得就是要看时间的长短。对啊，对啊。像 GTA 5也是啊，原本也是超贵啊，现在就是1000块有找啊，还有有时候还更便宜。毕竟那一款很过分，它是半年内然后就直接给你转免费。这个我觉得那有点太那有点太快了。然后就负评刷不断，然后后来他们那公司直接把那个游戏下架。好，直接下架。直接下架就是买不到。然后在同时上架吗？好像没有哎。就真的直接消失了，它就存放在我游戏库里面。那你现在它的启动是直接购买还是什么？还是可以吧？我不知道哎，我去看一下。就像之前那个啊，那个还愿也是啊。哦，好像你买了还是可以玩，是可以玩，只是就不能、那個。像那个看到它有贩卖的页面，还有那个就是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前阵子有什么《The Walking Dead》。对，那种超硬核打僵尸那个其实后来Steam也都商店页面找不到，但是其实现在要安装要玩还是可以。对啊对啊。他可能就是下掉了吧，因为毕竟他们好像授权就是还是要一直付钱给那个Steam的样子。对啊对啊。哦，还有那个13号星期五也很好玩，可是他还可以买得到对不对？他现在可以啊，他现在可以。可以吧，应该可以。只是他现在好像就没啥更新就是了啦。他后来好像就都没什么那个。我是觉得那款游戏也蛮可惜的啦。那就是就一开始出来的神有夯一下，就夯一些些，可是平衡性问题吧。我觉得是平衡真的就是有点差，还是有差。虽然在说可以达到阶层，可是真的太难了。应该是说他那时候标榜说可以达到，可是就是其实条件太苛刻了，所以基本上就还是必须得逃，一直逃 的概念。对，對而且你躲在你那个柜子还哪边的，那声音真的太大，大到就是太夸张了，超级大声啊，完全会被听到，对吧、啊？我永远记得我在睡袋被人家打死，好爽哦，而且还甩、欸。哦，超痛！不是追他追到营地，想说啊，哈记得哎，旁边有东西可以互动哎，就拖出来。哦，他们有人讲的有一款游戏，我觉得很妙哎，大逃杀类型游戏，普通匹配免费，不过排位要付钱。之前 A 配有在说想要改这种模式。可是不太行欸，就是因为之前外没有，因为之前外挂太多的关系，所以他们原本有在考虑要不要这样，可是好像是社群反弹太大的话就没有。我觉得他如果要长这样子的话，要嘛他就刚开始就要这样做，他不可以中途，因为中途让大家一定会有反弹的。因为他变得好像就是你买那个季票，然后你就可以打那个。积分这样吗？对，你就可以打积分这样。可是就变成之前在说的是这样。你的季票虽然说你只要全部打满，你一定会回本，甚至赚一点。可是你毕竟还是会有第一笔，可能就有一些人就是已经习惯，就是完全不管季票了，对吧？没错。难怪，所以应该还是多少会被人。对啊，然后后来就没有。可是我觉得他们这样，如果改付费才能打积分，那基本上其实想玩的玩家也会变不多、欸，一定会变少了。啊，变多吗？你是说因为为了，变少，因为它就是变成说你要付钱，你才能再更享受这游戏。那可是就是真的有外挂的人，其实他也不缺那种钱去付。没有啊，你就看隔壁棚 PUBG 啊。就是这样做啊，买了1000多块，先买一个门票进去，还不是一堆外挂？当时，对啊，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差不多。真的没办法，治标不治本，没错。第二的，你有错。而且这也是开挂的，就还是会开的。不知道到底那种游戏到底开挂有什么好玩的？真的，我怪索赖，又不是你的成就感，那都是别人的，那是人家那个城市的东西，又不是你完成的成就。他自己不能完成啊，就只能借助。他只能有个辅助城市帮忙，对，可怜呐、啊。
那是他自己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达成的事情，就跟做梦一样，你知道吗？可怜啊，他就是在做梦了，他就是在做了一场梦，一场美梦，一场我很厉害的梦，但现实不是，我很强，花钱买梦想。我们的火箭是不是要重建了？哎，火箭要弄到重建，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还在想要怎么办呢？对，把它变成又再变成火箭啊，对不对？我没有什么概念。你可以盖成白猪的头啊！白猪的白猪的头啊！我这样子也太明目张胆了。你有这么多石英啊，好酷哦！刚刚是挖的啊，还是你有什么想法吗？我可以材料都让给你。哈，真的假的？主要你啊，但是你要他拿去盖他家，哦，是可以啦。你看，我等下家又多一层了。对啊，我想到简单的方法。我有这个哎、欸，趴趴熊，趴趴熊是什么啦？啊，你不知道？啊，旁边有烧石头。有啦，我知道啦，我知道。好，没问题。我看看，哎哇，老是不是再去挖一些，以防万一？行啊。这什么奇怪的声音？对啊，切石机啊，切石机的。哦、oh. ，反正只是小小的吧，对不对？哦、oh. ，那我们不用盖很大吧？你要盖大也是可以、啊。那你知道？我在帮你挖材料。那你知道阶梯用切石机做会比较便宜吗？也不是便宜啊，就是很省材料啊。对啊，就一换一啊，就变一换一、省两个啊，因为原本是六换，六换四，六换四。不管，还是觉得很赚。从猪人跑出来了，出來了啾啾，那我再去挖。可爱啾啾，啾啾，哦，钻石啊！大家获得经验是不是就只能一直打怪啊？嗯，刚才好像一样的话题，你去盖安德，我就觉得经验好像很缺。你去盖安德塔，我真的安德之路了，安德之路了，中介安德之路也是安德之路啦，也是啦。这样讲也对啦，反正两个小时内盖得完呢、啊。嗯，再不然就像下次的两个小时、啊欸。其实麦块的很多设施我都没盖过哎、欸，所以要不要你们盖盖看、啊？趁现在盖看、啊，可以啊，可以、啊。你看，像哈基现在想研究村民啊。对对对，就他们的构不是那个构造，构造，好危险！要怎么研究他的构造啊？哦，机制啦，对机制，机制啊，对啊，不是构造，机制，对啦，机制啊，太可怕了，太想研究了吧？哎、欸，不是，我发现真的年纪大了之后，真的会有一些就是那种词会想不到，而且会找到习惯的词去，会吗？就是你没有常用那些词，就会推脱。对，词汇也超少啊。嗯，讲着讲着觉得自己好像少了什么词，所以对，不会讲这些话了。就像对他自己现在要走去哪？你心里在哪？你刚不是说你在那个吗？哦哦哦，他不是在那个中介的路上。我要走中介啊！我先去中介把那门顶开来。嗯，我会找中介啦。对，因为上次地狱门放了，可是没点。对啊，有位置吗？还是哦，位置地狱里面吗？啊！地狱有你有我啦，大家都有位置啦。那个应该是蛮多的啦。对，那我可以先点个灯吗？要点什么光明灯吗？对啊，可能没有，就现在点可能有点晚了哦，有点晚了，来不及啦、欸。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点光明灯的，就是犯太岁的那个啊，要安一下太岁这样。嗯，就保你那一年比较平安这样。对对对，就是保佑祈求这样。啊，每一年生肖都不一样。对，然后通常基本上最简单的辨别方法就是，如果当今年是你刚好跟你的生肖相关的话，你一定要去这样。就是你我跟雨月，然后正冲再加六吧，六年。没错。对，就是对面的啊，就对啊，一个圈圈的话就是对面的那个。所以才会。可是还是有一些什么偏冲、什么微博。对，那个就比较麻烦。那就是要去看了，那就另外看了，没有。不然你就去各家庙，然后在过年期间他们就全部贴出来给你看，跟你讲说你要点光明灯哦。
不是你们要点灯，你们是会点的吗？会去点的？会啊，会。家里会，家人会帮忙点。是家里是帮忙点。我好久没点了。就算是家里没有点的话，我也会想说去点一下，算是保个平安啦、啊嗯，心安这样子。对，之前特别去点是因为那时候真的那阵真的衰，太衰嘛，太衰了。谁跟他来呀、啊？谁跟他来呀、啊？是谁呀、啊？谁跟他来呀、啊？哇，真歹机！你们没有听过这个谁跟他来呀、啊、的？没有，听过，听过，是好棒哦。对啊，就是有啊，很久以前就会有这个人。可是是为什么是莱亚？莱亚是不是？押韵吧，还是什么？没有，好像是以前的莱亚真的很难吃，哦、就是梨子、哦，就是以前的梨子就是又酸又涩这样。嗯，哦，好涩。上次有跑去就是查了一下，他说为什么是水干的莱亚？他说以前的就是没有品种改良过的梨子太难吃了，没有人要吃，然后就吃那个很涩、哦。被改到现在才好吃的，是不是？对，很多水果都是现在改良之后才变好吃的。对啊，要不然还是你们要想想说啊，如果不是莱亚的话，那可以用什么水果？水吗？觉得什么水果感觉特别水？水干？为什么是番茄？不是西瓜？为什么、啊？榴莲呢？水干的 lemon 呐、啊，lemon 对啊，很酸啊。我们在中介之旅。哦，好。哎，这里是、哦、你们跟着我后面啊，你要不要遥远的某个弟弟。他妈！你陪我先回去，我到了再叫你们。没事，我是个跟屁虫。哎呦！你们是不是没事做？假装有事做。你是这么忙？我很忙，哇，超忙的哇！我好忙哦。忙到比赛看谁先到啊！好哦，也只有你们两个在那边比而已。对。我走了，跳下去水桶啊！哦，来呀、啊！喂，来呀、啊！所以刚刚来呀、啊，就整个是水。所以刚刚来呀、啊，难过。所以刚刚来呀、啊，知变了什么？蹦耶，回来了！啊，什么观众说什么番茄是拿来指那些没有自知之明的人？为什么还有这种、哦這個、是吗、啊？是真的有吗？好酷啊、哦，有这种说法、哦。有这种说法、哦。番茄表示被歧视了。对啊，番茄是草莓，番茄错了吗？是草莓是指草莓是煮吧，是容易烂掉，然后没有抗压性很低的啊，抗压剂对啊，抗压性很低的，对啊，对啊，草莓我还是有听过啦，番茄倒是没有，防爆比较低的，防爆比较防爆比较不耐撞，看没有几个水果防爆是高的，除了榴莲不榴莲之外。榴莲，哎、欸，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有人抗压性很高，就可以，你好黑曜石，你好黑曜石啊，你好，你好鸡眼呐、啊，你叫我去洗眼、啊，哇，你好屏障哦，我觉得不行，你好鸡眼，听起来不小心就会歪掉，哎，对啊，听起来很像他是不是长鸡眼，鸡眼，哎呦，听起来也很奇怪，对啊。不管怎样都蛮乖的。你很富魔彩哦。那么这个意思是博学多闻的意思哦。好的。我以为你要说你很好用的概念。哦。没有，好用是工作台啦。哦。对啦，工作台是消耗自己的经验。那波波一定会说他自己是熔炉。你很烧。为什么？你很烧。哦、okay, 哦，不是他很毒哦，对的。哦，不是因为他很毒吗？那高炉，高炉应该会更烧吧？哦，高炉吗？那高炉就是低俗了。哇！他们两个人可以比一个高炉熔炉抢夺战。哇塞！炉炉姐妹，炉炉，炉炉姐妹。鲁鲁姐妹花，哦，哦，哎，对，巧克力的话，那一定就是那个方块了，对啊，就是那个吧，对啊，那应该都知道了。还有其他的吗？方块，它是方块啊，它有很多种形态啊，它有翼龙的，然后它有比较颜色比较深的，跟比较浅，跟比较滑的，对，它有那个生物型彩形体，也有工具型体。它是变化系，百变怪啊，百变怪，百变怪，变怪，变怪。
六九，死回家了，是这里吗？你怎么讲了？ Bobo 喜欢的数字，对耶，神秘啊！番茄是水果吧？小番茄不是水果吗？哦。哎、欸，要蘸的吗？要蘸的吗？水果大番茄是指蔬菜啊，是蔬菜。不是两个都能生吃啊？都可以啊，啊可是那个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生吃？好像不是标准。嗯，就是我记得好像是什么，如果你要分类，好像我记得好像是什么小黄瓜还是什么，其实是水果。哦，是哦，我记得他那时候是对对对对对，对。我那时候看到也是吓到，这冷知识哎、欸。对啊，就是看你定义的水果是哪一种啊？对对对，好神奇啊！小黄瓜是没事啊，像杰克一样啊，肉也是蔬菜啊。哦，对啦，好像也是哦。是啊，杰克的定义，肉是蔬菜啊，是蔬菜啊。怎么了吗？我有吃啊，我每天都吃菜、欸，我很棒啊。对啊，好，好的哦。奇怪，那你们那么挑食，都不吃菜？有啊，吃啊，吃爆哎、欸！有吃爆哎、欸！吃啊！富含很多水的东西就叫水果。嗯？没有，好像是它是植物的哪个部位？嗯，对。我记得好像是因为没有做到一个东西，流程没有做到。所以就变成水果这样，神秘哦，对吧、啊？我也觉得很神秘，神秘啊。应该说就是它，嗯，你讲你讲你讲，哦，没有，就是可能学术上的分类跟大家平常的分类是不一样的，嗯嗯。哎、欸，阿芳你讲，哦哦，有人说以前的西瓜是有毒的、欸，哎，哈啊。哦，因为西瓜是长在沙漠上面，然后那个沙漠，就是我刚有去 Google 一下，他们是说沙漠西瓜是真的有毒，然后是现在西瓜去做改良才能就是给大家这样吃。好酷哦，真的不知道哎、欸哦。哇，沙漠的，我知道沙漠的那个西瓜有毒，可是它应该跟我们现在吃的沙漠的那个西瓜是不一样的西瓜，不一样的嘛。它是长得很像我们吃的西瓜，哦、所以它其实在沙漠看到不能吃、欸。对对对，沙漠的西瓜是不能吃的。你是不是耳朵很痒啊？哈哈哈哈哈！真的痒的人是毁坏了。好，我刚刚在装。我刚刚在装西瓜。我也想到就是就我就西瓜、啊。为什么？就觉得有点累了，你知道吗？累了，妥协了吗？不想就算了，妥协了。我就西瓜，我就西瓜，我就瓜瓜瓜瓜。已经懒得再去回应瓜瓜瓜。所以那个隔壁那个冰雪女王什么时候承认就承认就先了等他真的厌烦了吧嗯对再等等你要再等一下嗯有停下来花指引哦我叫经验值嘛我今天主要是来花经验值的为什么你是要花鹿的？鹿只是顺便啦、啊，鹿顺便，对啊，经验值顺便，因为结果是要一样的。番茄曾经也有毒哦，为什么？怎么那么多水果都有毒啊？他是看黄明丽吗？上面不是怎么配什么都有毒吗？哦，我知道，什么螃蟹不能跟柿子一起吃？对啊，都有毒哎、欸，真的。配螃蟹都有毒，那个也不是有毒啦，那个就只是在、那個、拉肚子啊，还是什么的化学反应。那好像是什么在中医学里面都是偏寒的食物，啊、所以你就会容易拉肚子。是什么会拉肚子什么的啊？对对对对对，可是它也不是有毒。哦我记得我小时候幼稚园的时候，然后就是很喜欢吃荔枝，然后荔枝啊，荔枝是燥热的、啊，然后又是夏天吃，然后我就流鼻血，我也会，我弟弟也会，好爽哦！哈，就流鼻血很爽，好爽什么？因为这样就不用去上幼稚园了。哈，哦，因为你知道每天都这样吃有吗？也不行啊，就是有点太混了。
奇怪，怎么每到夏天就流鼻血？为什么？而且我以前幼稚园超混的，我以前幼稚园是不带功课回家写，然后是那个老师跟我妈妈说，然后我妈逼着我把功课拿回家。哇塞！哇，太混了！幼稚园就这么叛逆，真的哎。好了啦，发发，哎呀，没有，我说发发，你要全部换成石砖吗？可是是不是用这个比较？因为草茎有加速效果。对呀、啊，我有想到这件事，不过我就想换这一块，假装我有做事就好了。假装我做事。哇，你真的很混嘞、欸，阿爸。你真的哦，幼稚不混，现在还要混。阿爸，哦阿爸，你真的很混嘞、欸。阿爸哦。好了啦。好了啦，阿爸。好了啦，阿爸。好了啦，阿爸。混的太明目张胆了。直接讲出来了。讲出来啊。可是我想说你问的、哦，我不好意思不讲。哎、欸，上次的酸神在谁呢？想借一条。我这边。嗯。请问你有空吗？你可以来船这边。船。小雨的码头吗？飞船，飞船，飞船，飞船。借我，借我。我想束缚那条海豚。好终于受不了，叫他不要再跑了，是不是？不不不，他其实海豚可以养，他可以养吗？对，可以可以可以，只是他就是一样跟那个啦，他就是不能狐狸那种一样。对对对对，啊，只是可以把他就是改名字之后，他就永远在我们家附近了。哦。然后我是要，然后想刚刚昨天上礼拜去挖玻璃，想说盖一个那个，把它关在里面。他这样很可怜、欸，不会啊，怎么会可怜？玩到爆炸，好不好？他在旁边一直玩、欸。你需要游泳的时候靠近他一下，你就在里面游得很开心了、欸。哦，你被冲出去。哦，对啊。哇，不见了，哦、可恶！他们有人说，早期保存食物不易，所以常常导致容易拉肚子。然后所以呢，就是他们就会写说这个东西很怎样，很容易拉肚子这样。哦，对啊，对啊。哦，原来是这样。So this name，很多食物以前食物跟现在基本上已经改良到已经是快要是不一样的东西了。对啊，这是改良的力量，嗯，太强了。没错，品种改良的力量。就说什么台湾你要减肥，很多时候很多水果是不能吃的，太甜了，甜分太多了，糖分太高了。酸神放我这一阵子，我海豚不见了。你放啊，你放啊，你放啊，放啊！不是啦，我没，你放啊，我用不到啦，我只是让我减瘦而已啦。好辣，团团不要生气啦。好啦，阿团，阿团别生气的啦。好，没关系啊，你放啊，你放啊。我反而是要问说，阿旺，你什么时候死刑才要拿回来？来了啦，好冷，好冷啦！压在劳工现场，用光了啦！哇，你用光，好冷啦，熊阿团团。你也是蛮快的呢，你好快、啊，你知道了哈，你知道了哈，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呢，你这么快啊！天哪，奇怪，为什么这一批的黑橡木看起来都跟平时黑橡木不一样？哦，小雨要不要来看？哪里、啊？树场啊？哦，哇，好奇怪吗？哎，他们怎么都只有一半？啊对对啊，下面是一堆怪啊！差点忘了哈奇根本不要死因。我想一下、啊，应该是这里吧？哦，不是，等一下哦，啊，不对啊，断成这里啦。这哎、欸、你看那边你屁股左边下面哦怎么卡在里面？哎、欸、很特别、欸，那很赞哎、欸，新地标，你打造知名地标。嗯，那款游戏还在吗？还在，我记得好像还在，哦、还在哦，好猛哦。我没记错的话、欸，不过当初那真的是蛮好玩的。我之前就有分享过啊，我曾经为了玩那个，我不小心就是在
课堂上就是那个声音没有消掉，然后呢全就是在课堂上面直接打到竞技标，好耳熟，什么游戏？然后呢全班看着我，包含老师也讲到一半停下来看了我一眼，然后就说认真上课要专心哦。好尴尬，哇，最尴尬，真的是尴尬到爆啊！那我真的是还好，我通常都是完全不开声音拍的。没有，我原本都没开，我是不小心，不知道什么，明明就已经关掉，但还是响，就在制裁我，你知道吗？真的在偷玩呢、啊？在玩呢、啊？那是什么旅游大亨吗？旅游大亨，对，旅游大亨，对对对对，赖的游戏。哦，以前很红哎、欸，很红啊，对啊，它算简单好玩的，嗯，而且一场啊、哦哦，不是还会打那个排位，对啊、嗯，可是后面的角色就是越出越夸张，越来越鬼，对啊，所以你没有打那个排位哦？我没有啦，我没有没有，我有哎、欸，好哦。Yeah.可是我打了，我就没有很认真玩，哦、嗯，因为他那个没有啦，没有啦，他那个很难诶、欸，一定要花钱。哦，对啊，你别还要花钱了、啊、哦哦、欸，那不花钱，跟别人较劲不来。哦，不花钱没对手，就是、要好的人那个什么角色？角色，嗯。还有谁没有投的？我阿旺、小雨、啊、没有投。你去找杰克吧。谁没有投？他找他，他就给你一个投。啊，看看，给你一个投。等一下，等一下，有点危险哦！快跑，快跑！快跑！听起来很危险。又爆了，又爆了！好嗨哦！没崩啊，没崩啊！好嗨哟、哦嗯！你说爆米花那个吗？爆米花那个？没崩啊！我这两张水晶洞原来这么多，埋在石头里面的水晶会生的那个地方哦。石头会生、嗯？什么石头会生？就它很多地方都埋在里面啊，那生的节点啊。哦，对啊，所以我那时候我们家上面，我那个挖很空，所以理论上水晶洞通常都是掏空的、啊，有那个裂痕起来，它会长的那个基底就。对吧、啊？其他那些已经长好的水晶，通通都挖掉。不然那时候我也是在整的时候挖开，哎呦，怎么一大堆都埋在里面？对啊，超多的哎、欸。它露出来的可能只有不到一半哎、欸。嗯。哦。它那边都会放红石在那边推啦。好猛啊！涂鸦，涂鸦。红石在这边推。对啊，就是侦测，然后时间到就是推一下，伸出来就推，没有伸出来啊，就是。啊！烧掉了，算了。哎，告示牌不够，是不是？去买弄告示牌。哦，靠，对哦。哎，不是告示牌，展示框。您说说，您怎么了？你怎么的？说出来。我拿了一桶水桶，想说嗯。我忘记地狱不能放水，你就把他浇熄了。没有，他应该是跳下去叫那个。他想要帅一波。他想要帅。想帅呀、啊！太帅了！哇，天哪！直接糗一波。嗯，没有啦，他帅了，他摔了。糗啊，很糗。糗一波。糗啊，糗一波。我忘记了没？我拿出来水桶丢。哦，对哦。对哦。水呢？哎、欸。很臭啊！太臭了吧！大家都在笑我。我知道你。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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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我不行了，你怎么就尴尬了？你可是要住在最底层的人呢、欸。住在最底层就不能尴尬一下吗？不可以，不行。哎，啊，剩两个头了。
剩两个头，还有谁还没拿到啊？阿旺，等有 boss 再去讨伐。嗯，我们已经有御水的东西了吗？应该没有吧 ？No， 还没吧？还没有。有的话，应该走那个御水厨吧。你说第一天你打到的那个？对对对对。哎、欸，那我下一拜再盖那个苦力帕塔。哦，好像可以哦。对啊，不然你们有大家之后如果要开始飞飞的话，你们有黑曜石两颗，先弄就好了。怎么了？左右我靠！我再继续挖石英，我还挖看到哈基最后的声音了，他传送走了。最后的声音，那太好了，我可以再回来，我刚过去再回来，耶、yeah, ！继续挖，可以再过去了，太好了， yeah, 哇，真棒哎、啊！好赞，好赞！巧巧，跟踪我变态，谁要跟踪你啊？少自以为了。哇！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什么东西、啊？我操过多，笑死过多，笑死过多。现在轻松乐队吗？还是怎样？轻松迪斯。哎哎，发发，我突然有个 idea 哎、欸。哎、oh. hey.。你想要主要路道路是这个石头这个嘛？对不对？应该没有吧？没有吧？没有没有，不是因为我看你那边的路都变石头啦，还是这是哈基弄的？对啊，我用的。我想说，你既然这样弄的话，那你要不要旁边用那个草茎，就是行人行道？哦，好、欸。你要加速踩人行道，踩旁边，对对对对。然后你想慢慢走，就走中间，虽然有点怪怪的，但是没关系。那人行道蛇行吗？人行道蛇行怎么听起来像很像 Apex 马吉的大？哦，我还没有玩过马吉，马吉还不错玩呢，还不错，还不错、哦，因为他打到人还有框框，好棒哦。对，马吉。这样你就可以设定那个车道，有没有人行那个车道？到时候我就设定骑马在那个石头上面会加速。哎呦，哎呦，哦、一定要马啊！还是有其他交通工具吗？猪啊，猪也可以啊。还有船、啊，猪你可以啊。太慢的。哎、欸，猪不是一直在那个萝卜钓竿点右键会加速吗？很快啊。对啊，對啊，可是它会把钓竿吃掉。啊，那难免的吧。很饿哎。很餓欸这是他的燃料啊！不是啊，那个不是应该就让他吃不到才对吗？不小心放太近，给他咬到了。他不会有事的、啊。哎，看设计那个猪，你拿吊竿来弄他，弄到最后会生气。不变啊？是生气，不是变瘦就好了。就看你了哦。哎、欸。没事，我回到中间那个龙喜吗？还在半空中？那什么？哦，什么龙喜？那叫什么？龙喜蛋是不是？对，龙喜蛋，对。你去挥他一拳啊！我不要，我就会出事。他跟火焰蛋一样，是挥一拳。对，他是一样东西啊。哦，哇！哇，发发，你这个人行道会让我直接冲到旁边的机舍哎。直接冲！我要把鸡舍拍下来。说到鸡舍，人家是动画、卡通里面会出现的状况。哇塞，真的哎！对啊，满身羽毛走出来。然后嘴巴要吐羽毛。然后有人就掉到游泳里了，啊不，掉到岩浆里了。掉到游泳里，对。掉到游泳里岩浆好了哈。还没，差不多了啦，差不多八成。那我就不挖石英了，因为这边还很多了。好，哎、欸，小雨要不要养狗？啊，有狗吗？有。可以。那我偷一点骨头过去。哇，这个新闻家也太帅了。你说建成吗？很下趴、欸。下趴，都是地狱门，要下趴一点。嗯。哦，我吓死我了！安德卡旧版跟新版应该都一样吧？什么叫旧版新版？就是可能现在版本会有差吗？还是没有？唯一有差的是要用活塞推，
不过那不用了，那个在那个中介蛮改了之后就不用了。哦，就都中介蛮版本的啦。嗯，我先多打一点珍珠好了。嗯，像如果后面大家骑那个骑马啦，我是不是要帮大家做一个鞍马的地方？停车场，啊、停马场，马厩，停马场，马厩。没有、啊，到时候道路就要拓宽呐、啊！啊，那个如果那个房子刚好卡到，就要跟他征收啊。对吧、啊？都市规划，土地征收。嗯，没错啊，他不能拒绝啊。哎，我想到 ECO 的时候，被征收就是我家。好像真的有这回事哦，没错。某天上线，他就跟我说：“你那个房子东西弄了吗？”我说：“哦，还没啊。”然后我就说：“怎么了？”他说：“哦、我们要盖一个那个超大条的路啊，可是你家会有一部分在那个路上面。”好真收了，好难过。我说：“好好好吧，那我往那边甩掉。”超好笑，真收还没有补偿。没有国赔哦，不好意思哦，没有，并没有哦，没有国赔哦，抱歉哦。那可能还蛮好玩的说，对啊，还不错，盖得很愉悦。好像就是那款玩到我的右手，不知道是肌肉发炎还是干嘛，手痛了两个月，太夸张了吧？我就断砍树了。好。哦、对，他一直砍树。你是拿 PR 在玩是不是？太累了，右键一直压着啊。哦不，哦不，中间有两只文字，我刚看到了。完了，哦、你不用睡了，今天。没事，我刚刚也看到两只。啊。没事，我们一起不睡好不好？我也看到两只。不睡不睡不睡。我不要伴我入眠，不要。欸不是欸，你们真的很过分欸，你们知道你们那个什么太空船的底下、啊、不是有一块是空的吗？哦、嗯、你知道你们为什么在下面关一只猪啊？没有吧，他自己进去的吧，不小心掉到地底下面去，然后就发现那只猪，但是我觉得要把它弄上来好像麻烦。哇，我从来不知道那里有一只猪、欸、我也不知道欸，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他太可怜了，我帮他解脱好了。啊，啥？你要看池塘吗？那不是更过分了吗？他不是白猪吗？不要了，这是要讲，这是要讲一句，超度完成，普渡完毕，普渡完毕，普渡。你要喊那个、啊、七星破军，七星破军，七星破军是什么？切猪肉啊？你不知道？老当家，林世恩呢？跟你说，我因为木棉花的马拉松，我终于懂小当家梗了。哇，终于！恭喜！太好了，可以请到小当家了。对。虽然我每一次看，我都觉得嘟嘟很讨厌。我的标准是，还有战犯呐、啊，他的战标准战犯呐、啊。你看，嘟嘟前期真的是超夸张，后面好一点点、啊。后面真的好一点，前面真的是哦，到底。这个石头好痛、哦，太重了，怎么里面会一颗石头啊？对，那我把它丢掉好了。那个真的好气点的、啊，这个石头丢了啊，这样子好多了嘛，好气耶，超生气的。丢一丢，那没送过就是有意义的，你给我丢掉。对，好脏啊！小当家也是啊，有时候讲什么就是我要那个，就是那个啊，那个是什么？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哎，那个是什么？那个啦，干哪个？小那个。哈哈哈哈哈！超好笑的。哎呀，对啊，好好笑。小当家是好多梗可以玩哦，好好笑。真的，然后集数刚好在一个就是很刚好的一个时间，就是不会到太长。嗯，只是有时候看他们战斗，有时候会拖蛮久的，两集到三集。战斗谁跟谁战斗？不是啊，料理对决。我想说，怎么在战斗了？战斗不一样啊，看着怪怪的哦。看的是《十指之灵》吧。
哦，十几只灵哦，我真的觉得啊啊，你们后面没有看后面嘛？其实我觉得后面真的撇除太快之后，我真的觉得其实动画做的还行。对啊。哦，后面就是有点赶火车一样。对，没有没有，因为他的原因好像是因为他的漫画就是赶火车，而且画的很烂。好像是因为会被那个吧，就是作者不太想画。对，所以呢，但是被硬逼画就乱画。对啊，然后他是硬逼的啊。很多都这样。可是其实动画把它感觉，我觉得看起来是有救回来一点。我觉得还行。还可以。除了就是一次超多刀。只是就变成原本可能他们一个料理对决可能要打个大概有时候会到三集嘛，然后就很精彩这样，然后变成可能一集里面有三个战斗这样，对对对对对，超快，超快，太快了。然后有的甚至一个图片过去，哈，你赢了哦，好，直接节奏这么快，完全没有中间过程，对，他没有中间过程。哎，这来说应该是超级 boss 战的，你知道吗？对，他超快，像是一个路人一样突然被打掉。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开弹幕，然后呢，有人就在发弹幕说：“这个天哪，怎么快成这样的？是什么鬼？”然后呢，别人就说：“别怀疑，漫画更快。”哦，超级好笑。觉得可以之后。吃饭没东西看的时候可以补一下，补哪个？我是觉得真的不错，《十级之灵》后面啊，哦，还行，还可以。先等加班台都结束吧。我们一个月后见，哈基加油！接下来是哈基了。干巴杰库大赛啊！有心理准备了，我已经有心理准备，可能一个月吧。嗯，哦，没错。怎么一个月？一年，哦，还是他开到你生日？等一下，如果这样子，一天二十四小时乘以六十，再乘以二十，你在算你的薪水吗？啊，算！哇，那很可怕，很大的。我记得我之前有算过，一年一千多吧。嗯，哇哦，直接一个房子了耶！吸钱大法，我有没有想讲另一块，发现不对，怪怪的。那个不好说。吸什么啊？什么东西啊？没事没事没事，不能说不能说，说出来了就完蛋了，深夜了深夜了，马上变成还没啦，什么还没啦？深夜不行啊，吸会吸什么？Gold， 瓜，哈哈，为什么是花？瓜啦，什么花？花瓜，呱呱呱。他进那个介符合的 bug 还在，还在，我找不到原因。没事啦，介符合就销毁掉吧。对，销毁掉。我再找个替代方案，因为这个真的是改掉1.8的，不知道为什么失效了。突然间就这样了，是？对。我靠！海，你说为什么这个藏宝图的在深海啊？深海不是在海，深海里不是海岛，是深海。啊？哦哦哦！我去做门，做门好。哇，你这样，哎，我暂停一下，我去弄蚊子。弄蚊子，哇，没事，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没错，它很重要。还没什么东西给你，这是给你一组。嗯。哎呦，装饰方块。我有超多组。你说桃柚那种东西哦？啊，所以还是幼草啊！我刚刚在处理一个水晶洞，花了超多纸巾。纸巾除了做没用，做谁说没用？没有，它就望远镜跟望远镜跟那个、啊、黑色的玻璃而已啊，无透光玻璃就这两个而已啊，没有用了。看哪一个啊？现在
坐标99是没有用啦，那个藏宝图有用吧？这不是中心点吗？坐标99这招还有用吗？不知道哎、欸，有用吗？这是99还是11忘了。99。九九，哇！他自己那个介符真的很神秘哎，我前面几次都会拿到介符，然后突然后面三次就没有了。对，很奇怪，时有时没有。对啊，好诡异。我也不懂，太神秘了。欸、你们有看过目前加班台最高最久的实况组是哪一个吗？绿宝，绿宝吧。那他开多久就关了？他还没关，他还没关过啊。他现在还有600多小啊。他六百多小时无限循环呢。对啊，他没关啊。他从一月初的时候就到现在了。对对对对对，他还是六百多月了，还是600多小时。700小时好了，除以24，29天一个月。对吧？哇，那真的，如果维持一年的话，真的是一栋房子哎。哇，要就变成是要看他的标准是怎样，对吧、啊？对，很低，好扯哦，直接加一栋房子出来，一年一栋房子哎，很扯。然后开完这一年就可以隐退了。对耶。这已经不是拿到头期款的，有办法撑下去，跟久一点，我开个一两年下去，哇，你直接实况传奇耶！啊，可是我觉得很痛苦耶，很累，你直接变成楚门，你直接变成楚门的世界。楚门的世界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有一部电影，然后那部电影那个楚门他自己一直以为他活在就是正常的世界，可是他其实他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搭造出来的场景。然后24小时一直在那边，我觉得听起来好可怕哦！等一下，好可怕哦！哎，你都没有看过这部片哦？我没有，很经典的哎，可以看一下，还不错。我记得 Netflix 上面有吧？嗯，哦 ，My Show， 很 Bill， 算老片，蛮久。还是啊，其实他是剧中并不会告诉你说，其实这个是这样子，然后是最后结局是这样，然后你剧透了。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他一开始就对。对， oh. 因为他就发现身边的人就一直都在做类似的事情，对哦，对，感觉是一个经典东东，对，那部蛮经典的，可以去看一看，嗯，经典倒没看过，是耶，但是我没看过，我也没看过，没看过，可以看，蛮不错的，嗯，放弃这张藏宝图，太奇怪了，奇怪。哎、欸，等下海豚，你在我的天上面跳跳跳！他上次就是他上次就在那边跳了啊！这好像是大概是第二个礼拜的事情。对啊，蛮久以前的事了。原来海豚时间，我时间越来越回溯了。好可怕啊！轻松轮回好了，轻松轮回。我们要不要回到高校了？再倒退下去就回高校了。再往前两个礼拜就回去了。就刚刚的电影提的，有没有？哈吉就跳出来说：“对啦，一切都是我策划的。”哎呀，你们都在做梦啦！阿准呢？准你去哪了？在这，过来。你是要制裁他还是？没有，我把他困在下面啦。哎、欸，我的那个最箱子最上面有个那个团团的酸绳，还要不要拿？嗯，我现在想要出去铲些雪，直接把它抓起来。最上面看到、欸、阿旺完工了，你可以看啊，你要记得命名哦，不然会不见哦。嗯，等一下，先把它抓起来。在那边，等他最后再来去看。好，那挖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突袭少界塔，我看一下坐标。哎呦，哎、欸，是蛮近的啦，大概六发烟火吧。六发烟火，那也是蛮。嘿，谢谢。嗯，
矿矿喽。啊，你不会觉得暗哦？啊，没有挖矿有那个夜视啊。哦，对哦。我还没拿到。这里好像没矿。没矿还是没矿？没有矿。没矿。好。没有解释。没有矿的。确实我也蛮缺的。我刚才特地跑出去野外挖煤矿。我是直接挖木头，然后用海带干块来烧。哦，我是跑出去挖。我顺便看看有什么其他的矿。发发把我们的道路全部变成实质的。真的是浩大工程。对，真的是浩大工程。他说加油。加油。奥利给！我要去掏空别人家的地基了。你是说解放谁家？可以直接挖地底就好，不用挖地基啦。你可以盖个鹅卵石制造机。对啊。对耶！哦，对，我记得哈基那边是不是有？或者你有石头之处，有直接挖也可以、啊。嗯，有岩浆啊。来了来了，我又可以做鹅卵石制造机了。哦，我上次直接在。在巧克力面前想要秀，结果秀失败。你说鹅卵石吗？我那时候教他怎么盖啊。哦。啊，去取一点岩浆。啊，没事啦，没事啦。死去。那时候我记得很安全。死去。那时候是不是死特别多次啊？对，你今天死蛮多次的、哦。借一些岩浆。我很保守，我觉得我应该刚刚已经很小心的。哦、你是说从地狱跳下来按水桶吗？很小心，很小心的哟。那么五十五分再来集合，看一下大家做什么。对，没有压力的、啊，没有同侪压力的、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多做一些啦。不过真的没有限定的、啊，对、嗯，没有啊，就没做、啊哦，没有压力嘛，好的，没有压力，好，没有压力、啊，没问题啦，没问题，好的。完了，这个我最终没笑，对我们没笑，对我们没笑，对啊，只有我们勒索别人，没有人可以勒索我们。你都说没事，我就当没事。你都说没事的嘛，对不对？海龟蛋带回家。这里又有一个村。阿哭，阿哭，他他没有剪刀。我有哎、欸，我 TP 给你们。好啊，谢谢。好累。欸、对，刚刚突然卡一下。那个，刚刚突然卡一下，海豚突然从我的后面冲到我的前面去。借发，有人在跑图吗？我用不算跑图，我用走的。打基因怪而已，我用走的嘞。会，嗯，拍谁？我只是在底下挖矿而已。有人有命名牌吗？船上有。我的箱子里好像有，不确定。我有。好。家君啊，可是我现在离开他会不会消失啊？你要叫什么名字？越可爱越猛，哭啊！好，没有哎，雨月说了，他叫哭啊，哭啊，哭啊，就叫哭啊吗？好的，那只海豚真的是哭啊、欸，他一直踩下铁啊，一直往下沉，真的是在哭、欸。他底下哭啊我知道了哭啊哭啊哭啊等一下就是哭啊再哭啊你哦哭啊男人说哭啊让我加速了啦哭啊哭啊在叫好烦有啊我想反正关系只是在那边讲人家我只是想要下次那种名字就取这个，好欸哭啊，好欸，是好玩那种游戏，然后把主角名字取成那种，啊、好欸，有任务给你咯好耶，好耶，哭啊，你回来了，嗯，他好像不希望你回来哦，我回来了，你回来了。
换脖子好难打哦。换脖子叫小脖子。对啊，叫小。哎呦喂！你叫小。你说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叫我小弟跟你打的，来呀、啊！来呀、啊！你就来。嗯，是说什么？谁先说台语谁就输了，要吗？这样子。哦、好好啊，来呀、啊！哦，你输了。为什么？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离职。好烂哦！很烂哦！是不是？直接被嫌。哦，阿发。好烂哦！哇，团你这个挖法是好烂哦！没有，我只是要，我其实主要是要升扮演啊。哦，我挖矿只是顺便的。我想说，我要挖矿，然后直直一条，完全什么矿都没有挖，是挖什么？哇，你现在一栋房子了、哦？不是啊，我钻石那些还是有挖，钻石那些还是有挖。哦，想说财富自由了。没有，哪有那么容易？现在我家农田下面有游泳加速了，耶、欸！要把它困住吗？要困得很死哦。有，它是在一个出不来的空间。好，那就好。那边会不会增值啊？因为都海豚去那边，跟你的农作物跳来跳去。旁边已经有多一只了，我刚刚他妈旁边有多一只啦。那你要酸橙吗？我刚捡到一条。我觉得哦，用完就可以用那个、啊，用完可以就好了，用把它穿着。因为你的田可能要加个墙了。嗯、一直被踩。对。你可以多养几只，环着我们的海岸线。我们出去就有加速了。把它弄成一个那个水道在旁边。对啊。观景水道。啊，它不能困在里面了、哦？什么意思？还是你是用玻璃片，还是什么？我是用整块的玻璃啊，可以啊，他死了，他死了，对，哇，为什么？哭啊，死了，他太难过了，哭啊，死了，哭啊，什么？哭啊，真的哭了，哦，需要有空气，好，不用啊，有空气了，不用啊，上面不能堵住哦，啊，哦，他们好像会换气耶，也是啦，现实来说是要换气，没错了。哭啊，没事，教训。哇，哭啊！因为我们那时候是盖一个瓶子的样子。哭啊，拜。哭啊，再见了。哇，哭啊，拜拜。哭啊，拜。哭死了。没事。哭死了。我相信我哭完了。哎，精英怪怎么会回血？我天。他会吸，他会吸脑鬼。啊，好，等下过去。我才，你才，我才刚来，我才会吸，我才会。不是，这海龟蛋下太久了吧？不止哦，我有了有了。那我跟你玩海龟汤啦。那我把他的蛋弄破。哎呦，会会。哎呦，不好意思啊，我来传一下。好。好哦。我那拿盾牌没有用哎、欸。他是直接穿的。嗯。哎、有哭啊二四了，有二四了。哎、欸，哭啊！有二四。哭啊哭啊，那就叫哭啊哭啊，哭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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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就是哭啊哭啊哭啊，对啊。这边有床吗？哦有哎，我借我传个点，应该点就好。哎呦喂，哇，怎么摔下来？你摔下来就是叔叔吧？没错。哦吸！哎呦，他的血太会吸了！哎、欸、哎、欸，我杀人了，抱歉，我杀人了，吸杀人了，吸奶，他一直吸，一直吸呀、啊！来了，在后面，我钻石烧都快爆了，哇！这点冲！估计等下鞋子裤子就爆了，不行了，我要把它困成这样子啊！不行啊！这边放这个啦，哪个？船啊！把那个脑鬼不动吗？哎，脑鬼会卡住那个吗？会卡在船里。我怎么看不到船？因为要帮他把脑鬼打掉，不然他就一直吸。
哦呦，我快死了！哎呦！哎呦！哎呦！烦是不是？海量脑鬼哦，可是打的速度蛮快的。完了，哎，对、啊，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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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摔下去，要把脑鬼打死，不然他等下就那边吸脑鬼。你看，吸回去了，吸回去了，吸。他应该整体有在扣吧？没有啊，很难的、欸，没有。要打打快完，要输够。对，哇哇哇！有来五个人的，五个人来就应该就是没有抗性的。不然这时候就是狂收他。嗯，我来了。哎，苦力怕，嗨。啊，抱歉。没事。真的没事吗？没事啦。对不起。用心，用心，用心打我。有啦有啦，还有再扫了。抱歉。没事。哎呦喂呀。会挖过去扁他、啊，不然说他挖扁。哦，不行，下面更恐怖。等一下，下面更恐怖。对啊，恐怖。怎么了？下面是有脑鬼是一个矿洞。不是啦，不是啦，苦力怕那些啦。哦。哦，又吸了耶。太久了。好了，我要带来认识一下小苦。喂喂喂！小苦搞事啊，小苦。又海量又海量，那、海量就继续打，反正就是哇，用修补呢，哇，我成功嘞，哦，爽的爽的啊，狠的，开心，哎，我又爆了，哎呀，哎、欸，我们下面不会受伤哎、欸，哦，真的假的？对，好，那就继续。分头，我看到哈基受伤了。怎么有阿爸？阿爸！他都直接吸回一半呢。哦不，我过来一点，我过来一点，你过来一点，过来一点。嘿嘿，下面现在太挤了，我来上面好了。Ow。21啊！哎、欸，他打得到了，他打得到了，还瞄下沉了，他打得到了。要人在上面，人够多，吸引他的注意力。哎、欸，那你伤害高的人下去啊？你伤害高在下面啊？谁伤害高？我还可以，我还可以，我不行。我打脑鬼，我打脑鬼。脑鬼在那里？我的剑要坏掉了。哦、oh, ，哇，你很敢哦，你很敢哦，啊，超勇的，还要吸血了，超勇的，车灯还没吸，赶快，他吸了，他吸了，不吸，吸不多，他没吸那么多，没吸那么多，还行，还行，很赚，很赚，脑鬼不好瞄，我其实不会打脑鬼，小子啊。就飞来飞去的，哇！最后尾刀尾不到，还被他吸回来，我不是哭死？对啊，小心 ，Go！ 我下来了，我下来了，下来了！快点，快点！阿旺也可以，阿旺也可以。阿旺，快点，阿旺加油！啊，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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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有我的头，碎啦，碎啦！没有钻石，没有，都在前面啊。嗯，哪里呢？客气什么？棒棒在家吗？再来再分。音乐吧，音乐吧。哦，音乐在家。嗯，我也要回家了吗？好，音乐杰克回家。把没有把床打掉啊，杀一个人。哎，你坐坐。把床打掉，杀一个人回家。回家了。我好了，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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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发回去了。杀回来了。我去。我们在哪里啊？你怎么在当初的怪怪的地方？等一下，小雨这，小雨这。哎，好，那来我家。哦，对呢，打掉船会在上面哦。有七个人是不是？耶。嗯。好。几个？九个。九个。小雨家，小雨家。我家。
你家，矮人矿坑，矮人矿坑，他是不是要验收啊？还是没有验收了？啊，验一下，对耶，耶，59分了，59分啦。那只脑鬼太那个，我拿了，我拿了，太强了。还有一组哎，我的，我来了，发的，来验一下。今天我们就 tape 顺序吧。好，在哪里？看一下月月今天做了什么。月月不见了，月月对。哎，这嗨，感谢你好。我今天改造了路，让路比较好走。对，不用在那边跳来跳去了。对，整体都改造了，整体都改造了。可是好陡。他这里路比较陡嘛，也没办法。对啊，我已经尽力，我已经尽量让它比较平整了。嗯，对，让整体走路都方便一点。好。好，下一位。我把这边的路铺成石头，还有讲台前面的路铺成石头。嗯，路 plus 铺 plus 版本。啊，这个可是我们的十字路口什么意思？我们的十字路口呢？哎，我们的十字路口，这里要十字路口，要讲台，这里要十字路口，这里要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被弄掉了，有人要崩溃了，不是崩溃要崩溃了，这个是要逼死校长对不对？这个，我来，不然我帮你一下，这里是面交的地方，要先这样好不好？好吗？校长，你看这个好吗？需要一点吧，至少比较像吧。做个记号，石头不要这样嘛。做个记号，至少比较像啊。我气死，我气死，好丑，好丑。然后做记号，我帮你啦。好啊，原来。哦不，十字路口，十字路口，十字路口啊，十字。好。哇 ，OK。来下一个。哇，没有。哎、欸，啊，怎么变成像蘑菇？喂，哎，好，我啊，这个蘑菇，像蘑菇的，哦、不要叫素场啊，假如做个素场之类的，哦、就这一块、啊哦、这一块啦，那音乐帮我铺，哦，还有地板被铺平，哎、欸，对，哦，地平计划，对，地平砖，好的。然后换我呢，就是挖了从这边到主是诶到地狱的那个不是啊，到中介的地狱之路，挖好了，对，挖好了，哦，你可以直接过去了。嗯、哎，其实上次好像就挖了一半了，然后想想，哎，我刚刚走去看，好像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嗯，哦，对，这边直达中介，看一下，哦，不能过去。海豚不见了，好，这条直接过去。哦，我来了，我回来了。海豚会消失啊？对啊。哦，没命名牌哦，还没命名。我看一下我家。哎、欸，我迷路了，你们在哪里？啊哈，就一直迷路。他不是就一条路而已呢，就一条路而已。对，他还没进地狱门，哦，地狱哦，再进去，再进去。他不见了，不见了，海豚不见了。先给你，哎呦呦呦呦，三号在我家。三号哭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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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哭三小好了，名字好长。他是第三只嘛，你家哭三小，你家哭了三次就好了啦。名字太长了啦。哦，这边其实我们离中介也是蛮远的，走好远啊。不过有一小段距离，比那个1000多好多了啦。哦，对啦，是没错。哎呦、啊、K 大家都在传送。我哎呦我没事欸。哦，看到了，直直走。嗯，对，就这样子而已。哦，结果这边有饥饿效果欸。嗯，这边是有、哦、没有，因为刚刚我 reload 之后有了。哦，哎、欸、现在又没有了。那中介还是偏中心吧，是吗？对、嗯，只要你的 X 轴跟 Z 轴有超过512就有，嗯，套用在主世界、地狱还有中介，哎，说了就有，说了就有，对，说了就有，说了就有。好，欢迎鱿鱼。那我盖造景啦，可是我材料太少了，所以我只盖了4个灯。哈哈哈哈哈！路灯有
还有铁针呢、欸，这个灯好贵哦、喔！我的天啊，对啊，是灯超贵。你还有铁针？最贵什么？最贵是上面的绿绿的方块，我只有四个，所以只有四座。好好好好好哦，原来是这样子啊！没错，所以我还想要再用更多，可是我找不到。哎、欸，没有没有，我跟你说，你对他撒骨粉就好了。哦，真的吗？你放你放在不不，你放在土地上，嗯、然后你撒骨粉，周围的土地会变成这个。哦，好像连那个什么森、哦，连那个那个杉木的那个是不是？所以那个地不是很多杜鹃啊那些东西都可以、哦、都可以一起养出来，都可以直接灌溉掉。哦，嗨、哦，这里的，你要试试看吗？好耶。然后就我们是等一下就有人气死，笑得要气死。看看看，好好奇哦。啊，我回去看那个骨粉。哎、欸，不对，我身上有骨头。我这边，我有，我有，我有。哦，好多骨头。为什么？哎、欸，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然后，然后这个敲一下就好了，很简单。嗯。啊！气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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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气死了，好赞，对吧、啊？对、啊，我觉得还不错。那好别耶，啊，有机会可以敲出有花的杜鹃。哦，因为这个是没花的。哦，然后你之后再继续弄。你对这个撒骨粉也会有哦，这个啊，看，它直接长大了。对，会有这个有带花的，很漂亮。哎呦哎，有花花的、這個，哎、欸，好漂亮、哦。对，所以可以洗，用剪刀剪下，可以装饰家里。哦，这个花花吗？对啊，对，这个花花哦。对，这杜鹃花矮的这个，哦，对啊，这是小知识啊，本知识，哎呀，原来你的青春都是粉红色的，我懂了，哦，我懂了。如果再多弄一点路灯，好耶，就是这样。换节课，然后我的话就是改锻造台跟潜能鉴定这边，嗯，然后把它改成一个石像的样子。你要加个鼻子就是村民啊。加个鼻子吗？是可以啊，哎、欸，好像可以哎。是什么啊？这也是我不知道后面是什么，为什么？不知道，那好像是巴巴弄的。哦，黑曜石的那个啦，哦、不是黑曜石那个石头的那个啦。鹅卵石制造机。对对对对对对对。哦。抱歉，你说你比较急。鼻子长痘痘、哦，我是这样子。哈哈因为我没有那个石头了。哦，对啊。我。你硬要讲的话，应该就是搞到后来变成跟阿黄在弄了这个吧？对，火箭上面，我不能挖。对，就是可以两个人一起弄，可以合作制造。对对对对对，对，就原本这里是开空传移机嘛，变这样了。嗯嗯，重建了，重建了，重建了，好赞，好赞，建了耶耶耶，就石英台，哇哦！哇哦！哇，照样林间小路哦，好棒哦！对啊，真的多造景。有没有樱花啊？樱花树上只会飘那个？好像没有，就只有飘这个的、啊，绿色的。对啊，只有飘这个。用材质包啊，把它改成粉，把它改成粉。哇，你们要气死哎、欸！气死人不来这里了。抽奖还会有那个粉色飘在脸上，钱不来了。好啦，今天就到这啦，感谢大家，谢谢，拜拜。好啦，哎呦，对，鞋子果然爆了，搞死了的啦，末日就到这啦。啊，待会我想一下哦，待会要干嘛？你们想玩吗？繁星等可以 at 坐标下面那条才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就是这个啊，这个嘛。可是我刚刚就对啦、啊，我这个对半天对不到哎、欸。藏宝图的，你说这个、喔？你说 block 吗？叫课题还是吗？就是看你们呐、啊，你们想玩的话，不是哪一个，不然是哪一个 ？Block 那个，哦对啊，我刚刚是看 Block 这个啊，啊对到99，结果我往下挖，结果是石头哎、欸。Block 就这个吗？这个我稍早用到99啊，我先。